我是怕可可吃亏，我要跟你约法三章。不可就是切口亲吻拥抱。哇，你们在一起啊？对啊，我们。我们没有在一起。你千万不要谈办公室恋情，是个诅咒，是不会长久的。公共场合，请你保持适当的距离啊，不要动手动脚。谢谢 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完成水前恋爱手册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你要结婚？嗯哼 ，Eric 很花心，他在外面有很多女朋友。Ellie 还有 Eric 今天晚上去约会，开房间。我可是 Eric 的老婆，你少把自己当受害者。会跟我来饭店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不准你这样说 Eric。幸好有你在，我已经找到我的依靠。而且坚定不移。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完成水前恋爱手册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